怎么第一位要请谁呢？哎，第一位当然邀请到我们这个实力派的唱将。听说他的歌声好像这个空中补给啊，补给。Sprite 的那个主唱哎，那我们是张雨生，来，天天想你，天天想你。带我去月球。当我伫立在窗前，你越走越远，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？当我徘徊在深夜，你在我心田，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，双眼藏着你的羞怯，加深我的思念，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，只要你愿意走向前。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？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歌唱急转弯 ，Out of love。我天天想你。天天问自己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？我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我天天想你，我天天问自己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？我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，到什么时候告诉你。哇，好，厉害厉害，谢谢。啊，还唱吗？啊。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？张雨生，谢谢。刚刚这首歌是 Out of Love， 是空中补给啊，补给。那你可是这个没有听你唱英文歌，很可惜呀、啊。哎，是不是为我们来唱一段，好不好？英文歌是？哎，刚是音乐是英文歌的。对对，刚是用那个他本身的歌词去翻的。我怕观众不太熟悉，能不能唱一下 ？I'm all out of love, I'm so lost without you. I know you were right.Been living for so long, I'm all out of love. What am I without you? I can be too late to say that I was so wrong. 看到没有？我们节目就是有个好处，歌星来这边呢，当然自己唱遍歌之后留在后面慢慢打，前面要唱自己歌，还可以随时那个唱西洋歌。所以你最高音到底能够唱到有多高？不是很高，刚刚觉得他唱的不是很高。啊，真的吗？天天想你，哦，这个可以这么高呢？哎，你可以再高一点吗？对，我大概可以唱到两点收了。两点的收啊？对，两点收，两点的勒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天天想你那种两点到勒那个，天天想你是到那个，
是在考试？没有，我们是给顺便的给大家给磨练一下，磨练每个人的音域可以越来越宽的。林志颖就有点不太舒服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每个人的歌语不一样。对。天天想你，天天想就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。不用不用，不，我们是给胡瓜试试看。哎呀，哇，两点的雷吗？还是两点雷啊？雷而已。来，林志颖，啊，到咪了，两点的咪。林志颖就不太服气了。林志颖，我们跟他拼起来，偶像对偶像，不是。林志颖有点不太开心。因为年纪还轻嘛。不是，他可以两点的这个，两点更高啊。两点突破。可以到三点。三点突破。啊，对对对，你是。刚刚那个音到哪里？到两点咪而已。再唱一下，唱第一个音呢？天天想你，甜甜圈。我还能唱两点圈，太高了吧？我真是太高了，会破音呐、啊。其实我很羡慕能唱低音的人呢、啊。假钞不言，天天想你，天天守候着。来，林志颖，来，你到底有多高？林志颖来试试看。你看多天，你看多高嘛？天天想你，天天想你。啊，可以，真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到吗？天天想你，一点的泪啊，两点的泪啊。哎呦，不简单啊，青年才俊，每个音都那么高，你看，是罗时丰又不太高兴了。哦，你啊，罗时丰呢？当我要如何？哦，那个多高了？罗时丰来，刚刚他讲说，如果比低音，他可以比一下。比低音啊，低音他真的是很厉害，低音啊。低音有多低了？低音啊。就一句话，一首歌这样。就么站在那银色沙滩上，沙滩上。哎，黄舒骏好像有点意思。好吧，黄舒骏是男中音的，男中音的。我不知道跟谁比啊，比高也比不行，比低。我在想低音，我跟罗时丰大概差不多，高音是绝对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高。哦，可是我低音有办法跟罗时丰。低音有办法来，低音多低？你刚才唱到哪里？在那银色沙滩上。哇，那很低哦，这很低哦，很低哦。照片银白月光。我的唱片没电了啊，我们谢谢这四位，谢谢，也谢谢张雨生，谢谢。